你我们呢？现在去哪呢？去吃早餐。去哪吃早餐呢？太平呢？是 driver， 我们最有用的 driver。这个是我们现在怡宝，然后买了一杯两包咖啡，这个觉得怎样？好喝，可是有点甜。美兰，那后面兰 ，OK， 加一，有点甜，加一。这个甜，我要跟你们给你喝，不是咖啡了，你的说话请啊，我先买你。现在我选择。哎呦我的妈！好香，不要不要！猫嘞？喵喵喵喵！有。纷纷的你，哇，好嗨哟！那感觉是人生到达了巅峰。好懂。你看那群慢吞吞的人类，慢吞吞，快点，有活力一点。这个就有一只锁匙，可以开始去增加。记得不要放过。OK。嗨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下班？哎呦，我的妈！Oh my god， 这也太美了吧！买它！在这里坐着，哇，美哦！哇，看，这么漂亮，是谁租的？我租的。来，这帮帮他给个掌声呗！我们还不赶紧下来，我告诉你，先生。我靠，这晚上会买那个奶奶去跟吗？奶奶去跟回来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好用。非常好用，你知道什么牌子的？好用了吗？不是很清楚，金宝。再跟你讲 ，OK， 讲成这里最重点的重点是什么？来，这三瓶。转一下，来给他介绍一下这叫什么水？分手快乐水。你看，这才是不是重点？那个渣男那里。装着，装着出来。没有 ，OK， 我们就是分手快乐水。我们打算把这个跟这个 mix 在一起啦，感觉这个 mix 起来会比较好喝。我们今晚开给你们看。再给你们牙龈，就这样子买喽。我的 part 就完了，我会加。OK， 下一位我们的演讲者雪莉同学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跟着我走。在进房间以前，我们先一边镜子。来，我们的镜点上面。你们最好四个人在这里，还没看到拍照 ，OK。打开一下，这没有哦。愚蠢的我们，哇，还隐藏性了，太厉害了！哎呦我的妈！看它的羽毛，这边，哇，我给你照。我跟你讲，它的头非常的舒服，还有背，非常的舒服。粉红色系。可以关门了。再来，我们换下一个房间。没有羽毛，有花朵。这是什么风格？这是
啊，我们的风格一样吗？这也是关键测试啊。我们有四个人，有四张床，可是可以进去。八个人，可以带客人了解。什么人？那个。Ever since I tripped on you to any other story. Yeah. With you in my life. Okay. I'm happy.It's time to turn. Yeah. X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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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,
Thank you.